今天跟着阿菊特派员来一趟龙潭一日游，第一站来到三坑老街。三坑老街著名的黑白喜，你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这间牛温水你们吃过吗？满满的芝麻花生配上麻薯，吃起来 Q 弹爽口，不仅冰的也有热的可以吃哦。再来是这间阿晴小吃，这一碗客家板条推给你们，满满的韭菜搭配板条，吃起来 Q 弹爽口，赞啦。接着来到鹿点咖啡千铺店，温水拍照之余必吃的几个餐点你们一定要收藏，天然无毒的桑葚松饼搭配阿基里斯咖啡，解腻救心就靠这个。再来是独家贩售的榴莲生乳卷，香甜的榴莲味在卷中融化，大推给你们啦。接着是旅游圣地绕山花，超级可爱的多肉植物让人心情放松，不仅如此还可以免费拍照，大推一个啦。想知道更多龙潭旅游攻略，请 Google 搜寻 Ready Go 龙潭一日游 RG 特派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